没三种感觉了哈。好，那说到这里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演奏完了嘞，你们觉得这样够吗？够。不够就对，那不够要怎么样？大声一点。我们的庄老师，我们再带来一首安可曲。好。我不敢。我想吃，别吃。没，我病毒啊，我一条线。我们呢，最后带来是安可曲哈，这个歌曲很好听哦。那它也是有很多版本，日本歌、台语歌嘛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有请我们的蔡文贤蔡大哥蔡先生来。哇哇，帅气十足哦！他那的费玉清，不用称，叫大哥了。啊，大哥哦，叫哥哥就好。啊，哥哥哦，啊、大哥拢是直接绿岛吗、啊？对对对。啊，蔡哥哥。我打鬼。啊，你大哥还是等来？啊，这个等。啊，你来，啊，哥哥来，哥哥，帅哥呢？哇，拢有人叫我美女，有人叫你帅哥，我够讲错。啊，你讲美女，应该是。好，我这个绿的怎样啊？怎样？真的挺红声哦，挺红声哦，了解。好，这首，哎、对对对，来，最爱的人，掌声鼓励送给我们的哥哥。谢谢哎哎哎在落红毯。
会，有啦，一定有机会的，我们再相会好吗？谢谢，再次掌声给我们的乐团还有老师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补充说明一下哦，来，我们的八方乐团在哪里？活动中心，河尾路的活动中心哦。来，大家好，可以有兴趣来参加哦，没有兴趣也可以培养的哈。那我们乐团，对，我要一定要介绍一个人，他都说他打杂，小峰老师。挥个手啦，你都不能打杂，我们最辛苦的啦。挥个手，让我们的小峰老师在哪里？谢谢他哈、哦。那有您各位的，有您的付出啦哈、哦，跟大家各位的一起共同努力，我们才有办法呈现今天这么好、这么成功的音乐会。谢谢各位，再会，谢谢。来，有亲友要来找您的朋友拍照的，可以来，来，大家，哇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您，谢谢谢谢。你弄人了。